今天是12月27号星期三，要为您转播的是晚场的赛事，由嘉义大学出战的是国立体大。球数良好一坏，又是这个变化球打到三垒方三手，洪启成扑下去，不过没有拦到。在两出局之后，国立体大今天这场比赛的第一支安打出现的是由第三棒的卢昱辰所击出。没有去做追打，直球进来，这球拉得扎实，在左半边的边线是会是长打出现哦吧，而且这个弹跳可能还要花一段时间。不过最后庆在两出局之后是停在二垒上面，连续两个半局国立体大都是在两出局之后有安打的出现，特别是现在来到得点圈。然后戴蒙夸张的是，好像下一季又要再减两秒，完全没有在管投手。这边用速度压迫了对方的手背，打在雕的位置哦，虽然不强劲，那三垒手拦到还会有比较好的机会。反向的攻击，游击手绕了蛮大一圈之后，其实没有浪费太多时间呢。不过这边速度压迫了打手背啊。这边做牺牲短打，捕手接到之后直接传二垒。喂，这个脚有离开吗？哇，这个会不会加大这？点到三垒方向，哇，三垒手出来，哇，结果连一垒都没办法，哇，这个手背的胶带稍微出了一点点 miss。高角度的地方。High fastball， 洪善琼让卢昱辰挥棒落空，三振出局。那也考验范玉泉在那个角落的选择能力了。变化球来了，中线穿了内野的中线，一分回来没有问题。要来看后续的跑者外野手回传进来。这个体大的脚程真的快，刚刚上垒的这几个哦，那范玉泉又是有力量的，这个一般的打者这样滚地球还不见得能穿，他打出去哦，基本上就是的林万亿啊，打到反方向，嘉义大学做出了一些反应呢。台独先锋林姿翰打穿了三游之间的安打，在四局上半先站上一垒垒包。是。哦，这球打得扎实，在左半边平飞落地的安打，嘉义大学很快的，有所回应啊。哇，这个林子涵扑得有点丑，但这分还是进来了。是。虽然前一个半局先失掉两分，不过在四局上半，嘉义大学这个得分效率非常快。速球进来，打到游击方，游击手扑下去之后传一垒，一个慢抖。哇，一垒手说，一垒手并没有确实的接捕。对，这要看有没有前方的那个在他迎向游击这边接球的那个角度的会比较清楚哦。要来守住胜利的投手。这球扎实的击球平飞球，在中外野手面前落地。一出局之后，郑伟翔的一垒安打帮助国立体大，目前在一出局之后攻占上一二垒。对，是。哇，这球偏差比较多。是要换一个球种投的感觉吗？整个大失控开掉了，这个就很可惜了，免费奉送对手这样子上得点圈。这球打穿了三游之间的安打，一分回来，哇，左外野手处理又有点 miss 啊。王君佑的适时安打带有两分打点，帮助国立体大在四局下半再追加两分，4-1领先嘉义大学。那刚刚那个爆头，我觉得就有点亏，伤，对，很伤。速球进来，反方向的攻击在边线落地，哇，这球打得够刁，哇，左外野手又处理的有一点点 miss， 这球要直接靠回来，没有问题，打者还靠侧传上三垒，
哦，今天除了四十的安打以外，我觉得国立体大这边最可怕的是他们整条打线大多数野手的这种平均脚程哦，都蛮快的。哦，这球咬到在左半边左外野手，邱定威介绍出去，应该是够了。左外野手感觉站位一开始有站比较前一点，想要来防止这种 SAS 啊，但是卢昱辰做出了一个基本功，把球送到了外野的深处，高飞失身打，国立体大再追加一分，6-1领先嘉义大学。走，出棒是会来不及的。哦哟，逮到了，做了一个反方向的攻击啊，打成了一个右半边的平飞安打，周佑庆在前三个打席太强了，就完成了三安猛打赏。这边右半边，哦，一个强袭球，哦，但这球不好处理哦，因为打的球延伸性够的情况底下，就变成那个弹跳的第一个落点是接近内野手的哦。连右打都抓，对。这球反向的攻击，哇，二垒手，这个帅一半。飞起来感觉很帅，但是打到了手套，可能是掌心的部位，没有办法牢牢的接住。球种上面的沟通花了一点时间。变化球打跑战术，我厉害啊，很有技巧。勉强一勾，但是勾穿了右半边的防区，形成了一支安打。这样，哇，这边起跑了，结果刚好是一个左半边的平飞安打。这个但战术哦，算是下的很大胆，抓有时候我们讲是打者会去抓换头的第一球或四坏后的第一球，那这边看起来是国体大这边哦，不知道是不是邱俊仁教练哦，那个灵光乍现，直接就也帮着选手哦，还是一个 full swing， 哇，打得非常扎实，三垒手却没有拦住。这样一分回来没有问题啊。嗯，这个今天三垒手这边是加大这边是一直受到考验哦，前面是一些小球战术，那这边是因为打者一些比较强劲的击球，这边是给安打，不过其实感觉起来有守备的机会啊。对，对，打线的安排今天就是蛮明显，他的这个中段棒是啊，有连续安打在这一局。变化球，哎呦，左外野手又严重了，处理起来。哇，这个要赶快捡，不然陈坤英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哇，陈坤英这个速度要来冲三垒。嗯，今天刚好这样子串在一起发挥的话，蛮可怕的哦。哦，哎呦，哎呦，现在好像打开了。对，这一局哦，就是刚刚才在提说，今天发挥还好，没有像这个前后段那么可怕的三四五六棒哦。这局串在一起了，现在是一到六棒，虽然是六支都是短程安打。预赛的时候，国立体大可能中后段棒次的发挥没有那么好，但今天是完全打开了。对对。这边保送之后，周佑庆是直接用冲的。嗯，热身前面还有一个巨人在保护他。哦，这边这球怎么会？这个应该是暗号沟通有出 miss， 哇，这个有点危险。感觉应该是捕手打变化球，对对对，他直接投了一个直球，直球过来。哇，这个有时候直接砸到身上，不是开玩笑的，直接砸到脸呢。对啊，因为你看到他捕手好像要有那个往地下挡的动作，都已经出来一半了哦。王鹏前个半局上来接替三垒手洪基整的守备，打得比较软弱，三垒手冲上来之后传一垒，离开了垒包。这一球打者没有出棒，哦哟，其实这球投的我觉得蛮接近好球带的，但是代打的简伟新选到了一个保送，打成了一个内野的滚地球，二垒手接到之后传二垒封杀，这球弹跳比较高哦，只能先抓一个出局数。
反向的攻击，安打出现了，嘉义大学先追回了一分了。这个有没有办法继续下去哦？先不管，不要当会不会提早结束的第三个、最后一个出局就好。内角的速球挤压到，打到了中右外野方向，右外野手卢昱成掌握住了接杀出局，也结束了这场比赛。这场比赛最后国立体大就是12-2的比分呢，以10分的差距，提前在第7局击败了嘉义大学，拿下了在8强复赛的第一胜。